等吃完了，把衣服换上。咱们趁着晴天，要不要先拍一张公司合影？我同意。咱怎么去？咱怎么去啊？啊，可以跑步去吗？你不是你说什么？我们怎么去拿？骑自行车。骑自行车？共享单车？扫码？真骑自行车去啊？对。你是要跑步去啊？也可以啊，穿着工装跑步。多拉风！你再给我弄个骑手，我插后面我跑。有没有跟我一块跑的？我，你跑步啊？骑车吧，弟弟三思啊，来回就是16公里，散步而已啊。小龙确定要跑步了是吧？那骑车吧，一块吧，大家统一就一块骑嘛。童哥怂了，你童哥怂了，你童哥马拉松跑西湖都跑了，你还是怂了？有点短，8公里，不是8公里，说实话，我真40分钟差不多，配速5分钟就下来了，指定没问题。再试试啥？冲了！我看这个笋，笋呢？放点酒，今天晚上吃了它，要不然坏了。咱菜不多了，肉全是刺肉。哎，咱刮皮刀还有吗？挖鸡刀，刮皮刀。没啥事，先把这笋拔了。再不吃，真都坏了。今晚什么菜？没啥菜了。没啥菜？我真没啥菜了，能凑合吃了。梅菜我吃过，肉干我吃过，没啥菜是哪个？梅菜扣肉吃没吃过？梅菜扣肉，又没有菜，肉又被人扣住了。小头啊，今天的菜啥？那个笋，做笋。今天菜少点啊。什么？我今天菜做少点，为啥呀？哎，又有什么计划？没有啊，今天不是我值日吗？你给我安排什么吃的？这就做饭了，好像你没多久前才刚做完饭，现在又做饭。早做完，早吃饭，早结束今天。美好的一天又结束了。但真没啥菜了，咱是。怎么他们说还有很多东西呢？有很多肉。但一点菜都没有。哎，你炒个饭呗，要不？再炒个饭。再炒个饭呗，饭当这拿过来吧，那饭。炒饭当是一个菜。拿过来吧。你在这儿等我啊，我拿个饭过来啊。你确定这是多？不是，你就炒一个菜，当时这是一个菜，你不要浪费了吗？然后我另外再煮。行、啊。去哪儿？啊？你去哪儿？逃离北上广。逃离后斗门啊。哦呦，这人长得不错。哇，长这么高了。这轮子不太行啊。哎。带劲啊！
OK， 老弟儿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啊，买菜了。来买菜了，今天主打二字消费。没问题。上爱奇艺观看中迪吧追更日历，每天精彩片段享不停。